最多的时候我一个多小时我赢了13万多了，那个时候拿着这个钱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了，真的输的时候连本不算，把利都很多给输掉了，那个时候我输了好几百万了，输了5-600万有的，真的是吃了你他就不赌骨头的。游戏房里面你是玩是哪个机器啊？我什么都玩呀。游戏房里的这个牌机，牌机你们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对吧？还有就是那个骰豆子嘛，就是出骰子的，就是黑红梅花嘛，就是对吧？那个也蛮厉害的，我们那个压起来最起码少说压一次5000块钱以上。那个时候几几年的时候在游戏机房？我那个时候是08年到那个13年的时候。那么在游戏机房里面的话，你跟我讲过，你要么一口气赢了很多钱。最多的时候我一个多小时我赢了13万多了，那出分呀，那个时候退掉以后呢就出去玩了啊，那个时候拿着这个钱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了啊，吃喝玩乐以后呢用完了吧，差不多没全部用完，玩个一两万不得了了、什么都玩，赢了的钱真的是在你身上暂时放一下的，赢钱肯定不算，不当钱花的，真的输的时候连本不算，把利都给输掉了。你输了多少啊？我那个时候我输了好几百万了，我两套房子都输掉了，你想想看。不是，我就说你在游戏机房里面输。就是啊，游戏房里啊，输了5-600万有的。就越输越想赢回来。这东西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，输了想翻本。不是说我们进去不赢钱啊，那肯定是赢钱的。他没有这个刺激的话，我们也不可能进去，对吧？其实我每次进去啊，这先稳一点的话，每次进去你说赢个2-3千块，3-5千块。就卡炉 很稳的、压一手就来了，就是比较容易贪。就是啊，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输呢？因为贪呢。还有呢，就是心想我早天他妈输了20多万了，我肯输什么？我肯信死吗？肯定不肯的呀。哎，最后他再出点分，好了，没想到两个板子一出，他还可以吃你分了。电脑的东西或许它是会有遥控的，真的。你觉得有套路对吧？有套路的。赢了点之后就开始让你慢慢点输出来了。那肯定的，你很快的。老虎机，什么叫老虎机啊？那么你那时候相当于大概住在这个游戏厅里面了吧？有时候进去要在这里面搞个1天2天的。一天两天不出来？不出来。不睡觉啊？还有啊，我家虽然是离游戏房不是很远的， 对吧？因为我钱输下去了嘛。我有出分的话，要是我在家里的话，他打电话半夜三更的，老婆肯定问你半夜三更你跑到哪里去？他会让你出去吗？所以说你说在我们在游戏房里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被搞了倾家荡产的。确实我进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别人输得很惨的。输了你看这里面呢，把那个车子压掉的，什么奔驰压掉的，宝马压掉的，我亲眼看到的呀。一个奔驰压7万现金。他不可能，你买20万，他给你20万，不可能的啊！最多就给你那么一点钱，那剩下就给他们当利息了。剩下就是他们利息啊！我当时进去的时候，我肯定也不是狂赌的呀，只不过是用好奇心去的。特别打鱼的人，你们没看到啊？这游戏房就疯掉了，真的是疯掉了。那个钱哪里当钱啊？不过兄弟们，现在这个游戏房呢，可能是少一点了，对吧？对。最好不要去，不要去了啊！真的，千万不要去，真的不要去，因为我是这样经历过来的，有多惨你们知道吗？多惨！真的，我要是不是为了赌的话，我即使不上工，不拿退休工资，我也吃不完。说实话，所以兄弟们真的千万不要去幻想着要去靠赌来发财。你说有时候玩玩小麻将那是不伤大雅的，对吧？对。有的人一直在说什么十赌九输，那错了啊！十赌要11输，九输里面再加2个，输了你家庭，输了你妻儿。